智胜八月份的营收2.65亿元，月减5.2%，年衰退达到23.48%。展望后市，法人认为智胜第三季的整体营收将会维持跟去年同期持平的表现，而且第四季的营收也会跟今年第二季表现相当，因此看好智胜全年的营收获利会有机会比去年还要好。